1960年，约翰·甘乃迪引进了电视总统的时代。当时电视媒体的使用和言论本身是一样的强而有力，而今天那个媒体就是网际网路。自2004年的选举以来，美国从网路上取得政治新闻的人数比例成长为3倍。奥巴马因着找到了年轻选民集中的地方，网路成功地虏获了年轻的选民。奥巴马阵营使用 Facebook、YouTube 甚至简讯，让这次选举成交。让我告诉你我们面临的挑战。在我长大的时代，我们家读的是同一份报纸，有个大大的电视摆在客厅里，里面可能只有2个或3个频道。你们是生长在一个数位时代里，你用手机发送电子邮件，你可以用你的 iPod 听历史课，你可以用笔电接触到全世界的人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创造性破坏。当台湾跟中国大陆彼此的关系越来越深化的时候，大陆这个社会的深层矛盾，透过一个人或许也很容易了解。他是28岁就拥有千万版税的作家韩寒。韩寒写部落格常常被删除，大陆网友3.84亿，韩寒的部落格点阅率全球最高，突破3.38亿，都要看韩寒口出狂言，视权威为粪土。开学的时候就照着这个资讯中心的招工，就把新生所得到的名单大约2100份就输入学生之处，并透过社团的名义寄送给新生。那到目前就大约有140位左右是4颗星以上，也就是说他们2封信至少有1封信他们会固定阅读，并且有900多位曾经开信过，也就是说师大新生有1/3左右呢都有看过学生之处的信。对，有受到学生资助信件的问的。我是台北六会所的王佑琪弟兄，我从今年8月开始使用学生资助网站发送电子邮件，至今我大约收到300封的回信，这些回信的人当中以出信者和圣徒居多。直到今年10月呢，借着弟兄们的帮助，我开始操练
改变我寄送福音材料的方式。我开始依照呢每一个群组和不同的情况来认真的写每一封信。比如说呢，最近天气呢变得很冷，我就会在我的信里面写说，台北最近温差很大，要记得呢多添件衣。那就借着这个方式呢，在最后这几个礼拜，我的点阅率就飞快的攀升。当时我在准备博士班的考试，然后心情总是很焦虑不安，可是同时呢就收到了彩文姊妹她寄给我的福音单张。那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发现这些单张内容慢慢抚平我就是心中的焦虑，然后让我更有动力的去准备考试。那我也把这样子的感受呢回复了给彩文姊妹。所以我收到他回信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，就觉得说我要继续的为他祷告，然后也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考上，然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接触他。那感谢主，他就是顺利的进到我们系上，那就开始邀他来我们起初的那个福音的讲座还有圣经的茶会。然后在一次的这个9月18号的福音的特会晚上，他就受浸了。对，所以他现在就跟。可是弟兄姊妹不断的鼓励我们说，这是一条新的路，需要我们在实验里面一同的往前。所以我们真是就愿意摆上自己的那一份，坚定持续的继续的寄送。所以在这个学期初呢，我们就这个周周寄，那这个我们也是每都表达我们的关怀。那在10月21号的这个福音聚会之前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寄信里面摆上了我们的邀约，我们就邀请他一同来参加福音聚会。这个从未亮机的罗子清同学呢，他居然主动的回信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参加这样的福音聚会，并且他还告诉我们他常在路上得到学员的供应。那我们每寄的每一封信他都也有仔细的读，所以这个他在最后表达了他这个满心期待想要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，就是这样借着马路跟网路这样互相的效力，这样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在这个福音聚会的当天，这位罗同学他也是这个毫没有犹豫的就受洗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真是能够见证这个主奇妙的作为，需要我们紧紧的跟随，坚定持续的摆上。